请问麦宇的仔仔欧包来活动了，活动期间的话是倒数十个哦。海苔奶黄，它会有奶黄酱，墨鱼麻薯的，看它这个拉丝的麻薯，红丝绒咸蛋黄，它里面的内馅也是很多的哈。现在是这个海苔，奶黄酱，他家这个也很好吃。面包体是你看着很干吧，但其实吃在嘴里是比较软的，因为它升级了嘛。而且他家是全麦粉零蔗糖的。馅料也是到最里面了哈，因为它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的，可能它的馅料有可能会靠近边缘一点，有可能可以靠近中间一点，但是它的馅料是每一个都不会少的。这个是咸甜口的，都是200多大卡出头的热量。就有些胃口比较小的小姐妹，你早上吃半个搭配一杯牛奶都可以。特别有筋性的那种。姐妹们，我再说一次哈，它是全麦面包，它肯定就没有我们吃的普通面包那么松软然后好入口哈。它这个吃的就是比较偏干巴一点的，不是那种很湿湿软软的蛋糕哈，毕竟是全麦粉做的，没有添加小麦粉的。你如果不喜欢这种口感的话，可以买普通的面包。这个是红丝绒咸蛋黄，它是咸蛋黄打成泥和肉松混在一起的，它家的肉松也是比较有肉丝感的哈。我真的好喜欢吃他家的这个肉松啊。就是那种很有饱腹感的感觉。墨鱼麻薯，你看这麻薯有没有？